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狼美食这个频道，我是杜师傅。今天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咸酸菜炒蚬肉，有酸菜蚬肉，视频下方有一个详细配方，辣椒、姜粒、尖椒粒，传统菜式简单易懂，风味独特可口，好送饭。咸酸菜蚬肉香口味，我哋炒好嘅蚬肉，未来继续同大家分享两道家常小菜。怀旧嘅传统小菜，可口野味，喜欢嘅话可在屋企做啲品尝。谢谢你嘅收看，我哋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